歲咧就有小兒麻痹症噶，我一隻手幼啲，一隻腳幼啲噶，同埋一條背脊骨咧唔識坐。咁我今年68歲噶啦，咁我用你個貼咧，我就我 mark 低噶，我12月23號用噶。咁我早期就觀望態度嘅啫，咁我就用六日又停六日，用六日又停六日，然後發覺我會用啦。咁我就開始讀你一本書啦，咁就我一直用到依家啦。嗱，我都好誇張啊，因為我啲朋友見到我用咧，好多人都用。咁啊，我係一個肺癌病人，我四期噶。咁啊，其實我貼你嘅貼之前咧，我唔係幾舒服噶。咁但係我貼咗，我係到依家我肥咗10幾磅噶。咁而家我驗血喎，嗱，驗血呃唔到人啊。我個佢醫生話俾我聽，你開胃咗啊！佢驗到我個腎功能冇咗，我個肝功能個酵素咗。其實咧，我 before 貼呢個貼嗰陣時候咧，我個肝功能同我個 pancreas 起咗個瘤，我呢度痛啊，頭抽住啊，後尾痛。咁我個酵素好咗，係冇得呃人嘅，因為我食藥啊。佢俾藥我食都處理唔到啊！咁我依家未去翻 normal， 但喺住個指數咧係跌啊！咁啊講句話，我小兒麻痹症咩出奇啊？我咧就感我自細我咁樣摸呢個手同呢個手咧，我呢個手好幼噶，同呢一個咁咧，我發覺我依家兩隻手係一。即係接近一樣啊！即係呢個係60幾年啊！呢個覺得即係冇理由啊！你即係冇理由係左手，但個右腳嘅呢只腳就冇分別，係呢隻手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爭好遠咯，仲要就嚇，即係我連個面色啊！你今日見我就因為你第一日識我啊嚇，咁其實咧，我淨成個色啊！你雖然見到我塊面一笪笪啊，我淨成個色啊！係淡咗嚇，咁即係所以係啦，我就係依家咧就想改善我嗰、那個骨質疏鬆，因為咧我就一路啊呢幾年咧一路跌，咁我就醫生就去到最低個卡，剩最低個卡，咁咧我因為我有做氣功，我見到咧有啲師姐啊，曾經有師姐話佢一日啊做6個鐘頭氣功。早午晚，佢係出奇地冇打針、冇食藥，佢嗰個骨質疏鬆密度密咗，所以我諗住用你呢個貼咧試下咧個骨質疏鬆咧，又係呃唔到人噶嘛，你一做 test 就知噶啦。咁所以我諗住咧持續用半年睇下，不過我依家仲係學緊嗰個貼，啊我就心諗 handsome 貼呢度。會唔會貼第二度咧？嗰、那個情況好啲，或者定係加埋個嗰、那個谷高金肽排住水一路去？你一定要日日用谷高金肽，因為其實咧，你而家咧，你咪有啊 ，Kelly， 你而家咧咪有一個嘅水腫問題嘅，咁同埋咧，你而家咧咪有一個嘅幫你排毒咧，因為你本身係癌症病人啦，咁你要用埋醫昂貼片，嗱醫昂貼片，因為醫昂貼片好幫助到嘅。你即今日咧呢一個個咧，即我真係好感動，因為其實咧，我好努力去做 live， 好努力，我諗我比任何人都努力。個原因我因為見到太多呢啲嘅個案，我好感動，好 touch 我，所以每一個國家我自費去飛嘅，我自費飛每個國家我係送片俾人哋去用嘅。咁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啲見證對我嚟講，你有醫生跟咗60幾年啦，係咪食咗咁多西藥幫唔到你？但係我竟然我可以揸住幾粒嘢咁啊黐下黐下飲水飲水乖啊飲水，咁就解決咗。所以我係呢、這個呢份感動係令到我好願意去委身。咁其實我自己嘅生意都冇你添，交曬俾啲同事打理。咁你呢個產品咧，而家用嗱，你真係俾我哋做一個見證，你個骨質密度係會增加，用埋49貼喺丹田，卡羅神貼喺呢個位，卡羅貼喺尾龍骨髓呢個位。因為呢一個位去幫助到你咧，打通翻你嗰、那個即係嗰骨啦，同埋咧 X49咧係幫助我哋嘅骨質密度提升，再加埋 X39，咁你個伊朗夜晚瞓覺添。
夜晚瞓覺先貼，貼邊度都得，貼額頭都得，貼耳尾呢、這個耳呢、這個位置都得，呢啲大動脈位置都已經得㗎啦。我平均朝早我大概貼六個貼啦，夜晚我貼兩個至三個。係啊，我就除我係即興嘅啫，嗰晚突然間移動貼邊個我就貼邊個。其實係因為咧，佢嗰個每一個貼片咧，佢嗰個嘅頻率係唔同。嗱，佢頻率唔同係同你細胞溝通。咁我哋其實咧，全部呢堆嘅頭先我講嗰啲真係真嘅嚟嘅，每一個都上我個 Zoom 幫我去做電子。如果係痛症嘅地方咧，夜晚都痛，可唔可以貼咧？可以，我要轉頭幫你處理。我係成身都痛㗎。我轉頭幫你處理，跟住然後咧，我想你經歷下，經歷下係，因為你最主要就係你呢個產品幫助到你。你將會用你的見證個案去幫其他人。我好話俾你聽，我一開始嘅時候，我係介紹俾醫生，我揾咗好多身邊嘅醫生，做我個做到好有耐性去同佢講。嚇？等等，即係刪咗佢。